种难过的感觉。就算两个人待在一起，就这样坐一天，我都觉得不这样。 今天在家又无聊，帮那个爷爷那块地翻一下。虽说我不会，但是就是松松土，我应该还是会的嘞。长城，长城，长城，长城。 哇，对比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等很久了哎。哇，对比你怎么在这儿？说吧。你不是电影结束了吗？来陪你啊。有点不相信的感觉，我在做梦，你没睡醒。兄弟嘛，有难同当，陪你陪到电影结束。真的？我啊，老子要打你了。师傅停下车吧，就想问你们一点事嘛，有关长城的，我想陪他过完这几天。我和长城在变形的时候有违规，所以导致长城延期了。既然是我们两个一起犯的错误，那就应该两个一起承担。我不想留下遗憾。看着他这次回来，我真的感动了。看见嗨了，我操！ 你回来了就好了。兄弟，来之不易，两位少年为此已经历太多。老爹，我好想你啊！刘开俊的归来，也带回了郑长城的欢乐。从此远山不再陌路，两颗少年的心彼此靠近，彼此鼓励。啊 啊！到真的呀！啊！八卦一样。这种淡淡的忧伤。啊！